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为了推广早起健身活动，婚礼高中体育老师沈金英除了每天早起来健身，更是将家己伫路所看到的风景透过网络来做记录分享。想袂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愈来愈侪同款兴趣的朋友来加入。伫即处嘛来到南来乡，透过健身方式一步一脚印参访在地特色景点。一头在民众就拢来到咱的乡教育部的这处景点，开始了今日的健身活动。透过家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访各种的在地景点。有块地方民众也表示，伫只待了三十几天的时间，原来平常时听经过的所在，会当这么美丽。那那是足水的一个所在吼，啊，阮今日咧行的点就是讲花捷林内之美啦吼，就是咱那那有足好的风景。哦，咱头早嘛经过迄个百年的做水系百年的发电厂。哦，甲田野秘境，走路真的很好，流汗，还有吸收很多金，很漂亮的林内，林内之美，真的没有看到，早上来走，今天才知道说林内真的很美。由婚姻国中体育老师沈金勇所发起的健身活动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透过网络来记录家己的健身路线。走路并不需要任何的费用，今日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也希望较早睡、较早起床，并来运动这个好观念来分享，让更加多人知影。我希望改变的就是早睡早起，让我们的身体的生理时钟调整好。那把自己的生理时钟调整好，那我们会更健康。想要来运动，想要来走路，培养一个终身的一个运动。那再来，我想会从乡镇、里别，那以及县市来推动。那我们在群组已经200多人了，那我希望这个风气是遍地开花，撒下种子，大家都一起来运动，这是我的目的。那这个是不用花到什么钱的，我们都可以来做的事情。第一摆健身活动当中，要加在高级人员共同加入，透过大家做的行路，唔但让运动变了更加趣味，同时当实施各种的特色景色。高雄国小校长林玉展也表示，希望未来也能透过这种方式锻炼合同来实施社区。我们自己去走以后，像我将来我开学会跟我们九雄国小的小朋友讲，就是校长在暑假有做了一些我鼓励他们做的事情，校长有做到。那当然他们也许今年没做到，以后有机会他们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认识自己的社区，认识在地，那同时自己也可以运动，也可以让身体健康。那本来就是。都是没有办法起来的，那但是就是金勇老师有帮我们 做一个号召，那我觉得这个透过行程，然后透过跟同行的人一起聊天分享，我觉得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舒服了。透过早起的健身活动，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同时也来走访各地特色景点，以及增加大家之间的感情。未来除了会继续将活动延续，沈金勇也呼吁会当有更加多人同齐加入。记者江怡采访报道。